孙子的前途，所以要大声跟人家讲，啊，不要给他填到送，当然周天。不过这个很重要，要不然的话，以后我的儿子没有机会在这边，就是他们移居咯，啊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怎么样，就新加坡咯，是不是？你们自己要弄来脑壳壳里骨筋，啊，爱做咩呢？一定要找机会给我们的儿子、孙子这些吗？要不然只要老婆婆嘞，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最后就是记得，很多人不曾听我讲过，很多人没有机会，我没有跟机会跟他们见面。很多人，我本领区有29000个人，我不可能每个都握个手。我就是希望你们一个传十个，十个传100个。4月16号，在本岭区，在1号，那就打一个叉。你喜欢我，不喜欢我就打沈桂贤一个叉，好不好？为了不是我一个人，不是沈桂贤而已，为了是整个华人，不是沈桂贤而已。讲到整个华人的话，我就要为我同事他们5个选区，也他们也不是为了我们谢华中之旅，也不是为了我们叶金来之旅，为了这什么完全华人能在政府参政更有潜力。好，就希望大家记得跟朋友讲，在电网上回应他。好，在十个传十个，就跟他说，这一次就是华人的参政地位，啊，绝对不可以放掉。放掉后，以后你要敲门啊，不一定人家开门给你啊，啊，为什么？人家在里面自己能执政啊，为什么需要开门给你？啊，所以记得啊，听了送人也是听，做你去听，我们有的也是做错。不过我们在学习，我们也在改课，尤其是我已经说过了，用心从心里话来讲，力行就是随时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去做，然后让这些成绩代表了改课。所以你去我的电网那边看，不只是说在7个地方里面要怎样做，还有在里面有个成之后要怎样 ？Your concern 就是你担心什么，就直接 email 给我，然后还有 report card 成绩表给你看，好，这是在政治上的改型。这样我自己一个人做不来，我就希望大家能参加我走第一步，参加我好不好？跑第一步好不好？跑第一步的话，5年后、10年后。我们真正的有改革，不是嘴巴喊改革而已。现在我刚才看到一个布条，支持沈桂贤就救法毛，我也莫名其妙啊。我有一些医生，我有一些病人啊，说如果法毛有心脏病啊，来到我面前，我不可以救他。我听到也傻，为什么？做医生。有钱人没有钱人，出名人和没出名的人都是一样的，在我前面你需要的话，我一定救你一命。为什么？这是一的、啊、百忙有什么做错呢？百忙有什么做错？75岁当定款听五吧、啊啊，我们担心是应该担心我们的未来，我们儿子的未来，孙子的未来啊，不是总是担心以前啊，啊，人家说百忙做30年，林继祥做了42年啊，不是更久啊，啊，人家说民主哦，国会反对党里面谁最大的地位？谁最多地位？火箭。啊，火箭对不对？为什么反对党领袖是安诺伊布拉欣？啊，民主谁？